我的幸福心愿是让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业，给环卫工人献温暖。好，来，请回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啊？因为我和我的老故事之后会觉得李立秋如今苦日子到头迎来幸福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好强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其实除了好强背后，他得到幸福的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朴实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非常感谢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你们俩，好吗？谢谢了。哎，再见。谢谢大家。